我们来讲一下 VVA 是如何去运作的。这是 Y16 原装的 head， 这是 Y16 的 cam， 我们也采用 Cardinal Racing V65 的 cam， 然后这个是 Y16 的 logam， 这个是 VVA。对，它是如何工作的？当我们到一个速度的时候，你的 meter 它会显示一个 VVA， 这个 model 它就会工作了，它这边有个 sub 的，它会推出来，推出来它就会推这个 bin， 那这个 VVA 嘛，这边有个洞口。而且呢，靠 cam 来运转推更多，这个对推下去推你的 wav 下样子。那你 VVA 没有亮显示的时候，它这个是不会推的，它就会弹出来。VVA 一亮，它又推进去样子，就这样。它的 cam 是三个的，一二三，OK 明白吗？对，下期我再为大家介绍 Y15 又是如何运作的。Thomas 哥，什么到？